目前各级学校搁咧休课，还未开学。不过对着持续延续的武汉的肺炎的疫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唔敢来怠意，对现在开始启动着校园的防疫计划。先掌握我们学校师生哦，那到在近期来讲有没有到中港澳？中港澳，那么去旅游，如果有的话，那么依照规定的话，他们入境之后十四天，那不应该到学校，不能够到学校上课或上班。那把这个名册先把它确立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的阻绝。我们常常说阻绝一境外。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讲校园防疫主要是要求各级学校掌握着教职人员甲学生有出国，特别是讲到对外旅游的旅游数之外，回国要求因隔离14天袂当到学校。至于讲有大陆的这个配偶出来出国，对去到对外来过年，教育局叫嘛支持学校进行着掌握甲了解，都是比较着回国了后进行着自我隔离，还是讲卡着开学了需要来补课，买来做协助。台南还是会有一些是他的妈妈或者是爸爸是属于这个对岸的所谓的陆配哈、哦，那这些如果在寒假期间曾经回到中港澳，我们的处理原则仍然是一样，就是说配合中央，就是说他们入境之后14天，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这些孩子都应该在家休息，然后做自我的健康管理，避免到学校。伊面对着学校将一礼拜后陆续来开学，教育局表示讲，开学之前将要求保持着校园的防疫的物资，包括着额温枪、甲干洗手液、个备用的这个口罩等，同时完成着校园环境的清洁甲消毒。南门新闻台记者陈采红报道。